各位老板好，这里是 Jason 啊。今天我们来介绍是 Vox 的牌子，然后这个是德国的牌子，20mm，20W 的电池，然后 model 的是 WU380S 点五，然后这个是新款新出的 brushless model 的，旧款是 carbon model，这个是最新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有一年的保价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是 quality，也很耐用。啊，放心的去买，放心的去用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 chuck 头，所以你不需要特地去买多一个 chuck 头，SDA chuck 头原装给你的，所以这个是很大汗啊这种。然后 charger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back 的 belt，还有给一个是钩绑带机这边的，好像你爬楼梯啊，爬比较高的地方或者是不方便的时候，你可以吊着，好像 back 样子吊着都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它的 charger 是有很多个 mode 的啦。你看一下红色、青色，在 charge 当中满电、坏掉、太热都有显示。你知道你的电池是处于在什么情况之下？OK，也是很好的功能。然后电池的话，给你一个 20W 2.0的，一个 20W 4.0的，一大一小。啊，一大一小，它这个 package 就是 for 你爬高的地方，你可以用这里。然后 normal 可能你出去的时候你。打算是带一个机罢了，你可以带一粒电池都没有问题，因为会比较耐用，4.0，它比较大一点，它的储存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机，这边是有 brushless motor，新款的没有 spark 的，更耐用，它的寿命更长嘛，多了也更有力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套的功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不是每一架机有的啊，这个是你装套的时候盖进的时候，它会。control 它的 power，然后就不会一次过转进去，就不会爆掉了你的套。然后这边 anti vibration，这边，你整个手不会这样闭啦，用久了过后，啊，左右，整个声音是很沙整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很沙整的声音啊，不是那种软软好像没有力样子的。hack 的功能啊，是小叫一样，看我手掌就知道小叫，没有到三用机一样大叫，所以爬高的地方。或者是工作时间比较长的时候，你用这一把手也没有这样累。两个 model，hack 跟钻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钻，灯也是很亮啊。你看那个盒子，你就看得出灯也是很亮。SDS 的 bit，所以用三用机的 bit 都没有问题的啊。工作用、家里用都没有问题啦，因为这个是 heavy duty 的新款的。然后有兴趣的老板可以 PM 我们了。好，谢谢。